奥特曼，你们快走吧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了，现在没有怪兽了，也没有人相信光了。对，快点滚，滚出地球。雷德王混在人群里起哄，他巴不得奥特曼早点走。由于他戴着头套，并没有人发现他是怪兽，其他人也跟着雷德王一起喊，对，滚出地球，回你们的光之国。认为雷德王太坏了，就扣三个狗头吧。奥特曼们听到这些声音都显得非常的伤心，哎，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我们了，那我们还是走吧。躲在远处的托雷基亚将整个过程看在眼里，哎呀，我也是奥特曼，那不是说我也得走？不行啊，只有地球有奶茶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希望他们留下来吗？希望的就给我扣三个鲜花，我会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的。小朋友们再见了。赛罗刚飞到一半，一个声音就响起来了，哈哈哈，赛罗终于走了，以后地球上就没有人能打败我托雷基亚了，我要把人类统统消灭。结果赛罗就飞回来了，把托雷基亚一顿的胖揍。小朋友们，看来我还不能走啊。小朋友们再见了。杰德刚飞到一半，呵哈，大孝子终于走了，以后赛罗就一个人了，我再叫来怪兽小弟，大家一起欺负赛罗。结果杰德就飞回来了，把贝利亚一顿的胖揍。原来这个贝利亚是托雷基亚变的，目的是为了留下杰德。小朋友们，我也该走了。风马刚飞起来，一只大手就抓住了他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，本帅哥打不过赛罗他们，还打不过你呀，你要是敢走我揍你。风马的屁股差点摔成四瓣，心里委屈极了。不要再来伤害我。小伙伴们，我们想好了，再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如果大家觉得好听，给我们打一个高分，我们就决定不走了。托雷基亚、泰塔斯、泰罗、泰加和风马、加古拉、莱克塞斯、洛亚、迪迦、卡米拉、杰德、戴拉和盖亚、银河、维克特利、塞罗和兹坦。